出开始。各位嘉宾，大家午安，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今天的演出。屏东县民公园今年二月开幕，短短九个月，已经拿下十座国际奖项。屏东县在潘凤安县长的用心带领下，让这座曾经埋在地底下的废墟，用考古般的细心创意蜕变为城市改造的奇迹。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将生活美学的实践与自己生命的修炼融为一身的国际知名团队幽人神谷，依照公园的地景打造了客制化的剧场，化身为沉浸式环境剧场。这场演出是屏东限定版，在地景剧场在水一方秘境花园地坑演出外，更将在唐晶体广场的水上舞台重现经典剧目《听海之心选粹》。欢迎幽人神谷为我们带来开园仪式第一个节目《祭天》。祈愿文：全球局势动荡不安，国际疫情严峻，人们生活在不安和恐惧当中。我们以虔诚的心祈福生病的患者早日康复，也期盼大家可以明了天地对我们的启示。我们要谦卑团结渡过难关，现在以最虔诚忏悔的心祈愿天地为我们化解灾厄，祈求全球疫情消散平息，祈求台湾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祈愿屏东县县政顺遂县民。
Thank you.
下去了，大小粉，谢谢。这样子的，这样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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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休息都爱早起，早起。
我用S啊，无啦，我用伊个，伊个做伊用。无啦，啊，你着啊，今麦收阿妈，啊，我就给他调试。关节上最上嘛，然后用。无啦，我用S啊，剩的拢好。用S啊，你记得用A啦，用S啊。用A也会无啦。用S啊，剩的拢好。关节上最上，2.4。关节上最上。我头刚刚你，你先去跟前块，你不会背啊？不会背。不会阿爸。已经那一手持，已经。